富饶里三王宫日前举办恭庆暨中坛元帅圣诞千秋活动，且封街举行祭拜仪式外，还开放数十桌流水席，现场热闹非凡。而议员们也都莅临现场送上祝福与感谢，并祈求地方风调雨顺。今日咱地方上的啊，民意代表地方出身，嘛来祝福着咱太祖万岁啊，中坛万岁的这个圣诞千秋。咱嘛五万公啊，这个太祖万岁这个圣诞的假期吼，会当予咱啊，庄头每一个时段，圣诞新历拢会当啊平安顺遂。咱嘛期待咱啊太祖万岁的这个。啊，新蕊会当献血，香火鼎盛，啊嘛祝福咱所有的啊地方的时段，祝福因会当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此次活动盛大，地方庙宇都到场参与表示敬意，并且基于安全上考量，封街进行传统祭拜仪式以及开办流水席，邀请乡亲朋友一同共襄盛举，让传统习俗借此机会流传下去。除了啊庆祝哈圣诞以外哈，来到足济哈，咱的信徒大德哈，啊信徒大德哩是哪来？因为哩足虔诚，啊嘛来以祝哈，咱地方哩会当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，啊嘛会当予咱的啊三王宫会当安尼吼香火旺盛哈，啊祝福咱所有议会这贵宾哩啊好朋友哈，拢会当哈伫这个啊寿宴的时阵。大家隆重的呢，大赚钱哈！议员们也都表示感谢三王宫长久以来为地方付出，也祈求借由活动能持续庇佑地方风调雨顺。长期以来哈，咱三王宫哈啊，对咱地方哈参与地方很多公益事业了哈啊，三王宫这的众亲分哈，拢是亲为献血哈，拢长期保佑地方哈，和咱这的地方这的行行事事哈，拢真平稳真平顺啊，借这个机会哈。一个目的是来给参与，第二嘛要感谢三王宫长期对地方公益的付出。举办此类型的活动，也让许多不了解传统习俗的人更加了解并流传下去，以外也祈求地方乡亲出入平安、风调雨顺。民意新闻林轩草屯采访报道。